菠萝放大1200倍，你还敢吃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微观小韩。昨天一个小朋友给我发私信，说他特别喜欢吃菠萝，想让我放大看看。因粉丝要求，今天我去水果店，10块钱买了一颗，需好样品，通过显微镜放大1200倍。随机显微镜视角，我们可以看到菠萝放大以后，它的营养液一直在流动。菠萝吃起来口感特别酸，是因为菠萝有许多苹果酸和柠檬酸成分。小朋友一定要注意，菠萝还有一种菠萝酶成分，它具有一定的分解作用。 会对我们口腔黏膜和嘴唇细胞产生刺激作用，导致口腔发痒不舒服。如果吃太多，甚至会导致肠胃炎。建议小朋友吃菠萝之前，先用盐水泡一下，菠萝就会很甜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，请你下面的小朋友看看，谢谢。